在下叶良辰。中秋就是今天，接下来的节目是黑堡中文学校的小朋友带来的空竹表演。你若愿意的话，给给予掌声，他日我良辰必有重谢。你若不喜欢，我有一百种方法可以让你难以立足。你若是不喜欢，我良辰第一个不服。Chinese Yoyo is a special skill that takes someone a long time to master. Please enjoy the show. 接下来请欣赏空竹。